第十三题，一个80克的小铁球在光滑无摩擦的半圆形容器内滚动如右图，设 B 点的位能为零，则 A 到哪一点的位能等于动能。我们晓得这力学能会守恒，位能会换成动能，所以如果位能会变成动能，就表示有一半的位能变成动能。那么位能的公式是 mgh，所以高度要变成一半。那想到高度变成一半，就有同学觉得应该是45度，是错的。这个不是45度，这要用到数学。数学说30度所对的边是斜边的一半，所以这边就是一半的斜边，这个斜边就是半径，也就是这边的高，所以呢，这边才是所谓的高度落了一半，所以30度它高度落了一半，也就是甲。因此，第十三题问我们说 A 到哪一点的位能等于动能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甲。